你都认识沙子儿吗？对，这是香菜。那几样呢？这个是臭菜啊。对，那这个呢？这是生菜籽儿，对不对啊？对，这个你知道啥吗？这是白菜。这个，这个是臭菜啊。对，臭菜籽最小。嗯呐。但是还出的快呢，皮实呢，那玩意儿。这个粒儿大。香菜粒儿大啊。你干啥的？我种这小秧搁这园子，一般也信不着呢。我就经过我左手，个个。再跟那谁，张丹俩。咱俩合拍。里边真买的，收拾收拾。啊，咪咪跟你吟诗一首，白天清闲，晚上溜达呀。张丹呐、啊，张丹，真有才，真有才，夜夜把你难忘怀。这点人，看小咪咪多好。嗯，这是你爸买的，这是我买的。这圆的还长的吗？长的，这是细扔的，渐渐的那苗出来，渐细了点，就可大可粗了。嗯。那小圆也好呀，这么仗着的。小圆不蘸酱蘸菜的那什么吗？春枣红。那上面这干土搂挺完要那师傅的。给它宽点。嗯，散开。妈，你看我这么整，这个箱子肯定长得好。那可不。想整稀碎。你不手抓粪呢，我还这粪。你俩整个好的呢。特意给我扔过来一个粪。这那啥，这有土路坏了，它压住那籽儿的，它就出不来了。这多好细发的。妈，我买那个五花肉，咱们整个红烧肉啊，猪肉粉条子。不整了，先。啊。头两天说的要喝大碴粥。嗯呢。啊。念好天了。那整个大碴粥，再整个凉菜。整一个菜就行了。嗯。有大碴粥就妥了。对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今天把园子里边种点这个香菜啥的啊，香菜、生菜、臭菜，还有臭菜。萝卜呢？嗯呐，水萝卜种一下子，完了一会儿我们查个大碴粥，查大碴粥就点那个凉菜啥的，没比。朋友们，看我种的香菜到时候长得好不好？能长大香菜。那我这地有劲呢。没有大粪臭，哪来好菜呀？哪来五谷香啊？真臭啊！臭臭才长得好呢。臭你蛋大酱不吃的也挺欢吗？人吃的是菜，也不吃土。吃的菜蘸大酱吃的更香啊。你看我这个整的怎么样，张丹？行，别整。啊？这不出就赖你，你没土没，你整的土没整好。赖我啥？你没踩开呀？啊？不出就是赖你、啊。踩也行，踩踩也行。我说你没踩开，你的吨位。这个。我踩它干啥呀？这个踩踩它也行。妈别踩踩深了，这也不能踩了，没事，踩也中。啥那水萝卜呢？水萝卜再起一个了我，来默默来。默默是自来熟，你知不知道？走哪跟哪。嗯呐，那俩狗子，那俩怕人儿。来，过来，来。你这样式叫，你得这样式叫。哼。吓跑了一样。吓跑了。这个是生菜，要是那要谁，你就不洗手都看不出来。你看这啥玩意儿？曲蛇吗？蚯蚓，还整个曲蛇。那一地不一样，咱们就管叫曲蛇。你俩回做饭去吧。你这就饿了。那个就做饭去吃。厚点羊子。不是厚一层土啊！你说土吧，我寻思你那籽儿呢？这是厚点羊省得不出，快点备报纸。这是泡俩小时。嗯，多好，一点皮也没有。泡好了上锅炸去。泡米茶凉水下锅。
拿两个点心。完了，出锅，真好，小女孩。黏糊的，啊，这天鹅啊，正烫嘴，烫，吃荷叶子才香。大碴粥咸鸭蛋正对装的，那没别的。这大碴粥都好甜，甜好甜的，好吃的哈。嗯，还终于吃到嘴是吧？这大碴粥，这棒碴粥，白给我菜没菜，我就匆匆不能吃两碗。刚才看咱俩嘴谁扛烫啊？我都比不过你。那谁扛烫都多喝两碗呢。我超甜的，是，嗯，跟卖那凉菜一样味儿。那饭挺有味儿啊。嗯，那必须得好吃点儿。我这不俩茶饭茶粥都得整完了，这凉菜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朋友们记得点赞加转发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